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华阳照相器材行，在这边照相器材琳琅满目，而且我们漂亮美丽的杨纯老板娘还要特地担任我们的特殊演出哦。你选的是哪一台？你要送给女朋友的，你到底要选哪一台？不要三心两意的，女朋友只有一个啦。这个好了，这个好吗？哦，是那个哦，不是上面的。拜托啊，这么小，当然是这么小啊。哦，王子啊，你也有点贪心哦。在一整天劳累的拍摄，我们真的很感谢有这个 Man Photo 脚架赞助我们做这一次的脚架。哦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如果没有它，我们会很累啊。又可以装三脚架，好，又可以装电脑，又很好背。这个如果男生来背的话，这到底什么包啊？老板娘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大家知道现在几点吗？其实今天是耶诞夜，十一点，也就是说我们要一起过耶诞喽。是啊 ，Jingle Bell, Jingle Bell。现在，这位就是我们灯光组的大师马克先生，肯尼老师持续的陪着我们。Kenny Max 老师、曾先生，大家都疲累不已啦。累了哈，我昨天才睡一个小时而已。你看看，我们的赞助厂商多么的用心啊！再次感谢 Kenny Max 老师全程的参与啦。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活动当天近乎啼笑。这两个现在是待在这里做什么嘞？走啊！原来是 NG 啊啦！哎，是他拉我嘛？对啊。这 NG 那是常常发生嘛，是不好的代志啊，因为现在。已经跨年了，不是啦，现在已经12月25号了，说大家其实都很想回家吧。小米，到最后一个景了吗？哦，看这个镜头，连我都不敢大声。这不是应该要给他青春浪漫吗？充满甜蜜吗？羞愧的笑吧。There is just 那个稍微开心的，然后带感情的，带感情。现在都几点？还有什么感情可言？来，尽量好吧，可以走。果然回眸一笑，百媚生啊。好，准备。接下来，两位即将进入的是无止境的上楼梯、下楼梯、上楼梯、下楼梯，两个被踢退了哦。导演，啊，你是当时要讲 OK 卡嘞？为了一个开门的动作，你看，规间厝的人拢伫咧内底啦。还有我们用微暗的灯光来打出这种昏暗的场景。那个谁，大家你开门试试看。门的角度。然后进来，然后关上。间就到这边。哦，大家最爱听的就是这一句，就是这一句。哎，这位小姐有点眼熟哦。难道她就是 DCView 极负盛名的李小姐小馒头小姐吗？果然是如此，没错，连 DCView 的工作人员也全部下海协助拍摄啦。这天下午的天色忽然急剧的变不好，所以呢，为了抢光，全部的人开始飞奔到虎山去，不然大山可能就要在黑暗中
在寒冷的虎山峰上演戏啦。事实好像也是如此。天色越来越暗，越来越暗。虾米，用手机打光？哦，这招你们也想得出来，那是真的有厉害了。这就是那稀薄的月光，我们用的是手机还有 iPad 打出来的光。在12月25号人潮众多的台北街头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位屹立不拔的年轻人，身背背包，手提脚架，来回的在香堤大道奔跑。我一样跑过来，对，一样跑过来。那你配合那边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主要是你弹，然后那个唱歌，唱歌的会。大三男生已经结束了。你会模糊，然后唱歌会清楚。了解了解，我意思还是不是以那个。睡吧，2个多小时吧，不错，早睡早起呀、啊。我们感谢自由音乐创作人刘汝霖先生呢，在这一次影片创作当中，协助我们做完美的配音以及配乐的演出。导演在这边目前正积极的。一起来讨论这个影片配乐的部分该怎么进行，才能够充分的带出青春浪漫的元素。接下来导演更要前往我们收音的现场，因为为了我们要求品质，所有的演员口白全部都要重新配过。拍完这个大概拍了4次，但是有时候你拍很多次，有时候会规划画面很乱，是的，都类似这个101拿出来也是这个，这个都基本上都蛮强的。小人国六湖村很多了，烟火真是一个奇妙的世界。阿奇，老师谢谢。不会不会，